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阿伟，如果乐天女孩要找你拍照，要拒绝，不然会被笑柄女生哎靠腰。我昨天跟那个阿航拍照都差不多高，不是、啊、那靠腰干妈的国栋啊，有一次，就昨天有一 p 是要那个全体照，妈的那国栋还问我说有没有穿鞋垫，看他妈你们每次一直说我什么162公分，人家真的有162公分，妈的死胖子。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国栋的肚子比我的头两颗头还要大。谢谢柴犬。不打东哥减个肥啊！胖哥，没有啦，我跟国栋不错，我跟国栋算熟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才会叫他胖哥，不然你们看有谁会叫他胖哥？